现在应该就有评估。中捷蓝线都给卢秀燕卡住，啊，怎么做那个草码转运中心？赶快让我中捷蓝线，赶快审查，18个月都没有审查，我的立委在干什么？市政路就有人不希望开工，为什么？我就不要跟我讲啊，你告诉市民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希望说现在不要开工，以后一起开工。哎，刚才不是有人在讲吗？到现在还是认为一起要一起做啊。我比你更大。本席认为西那个市政路打通一二期，就是必须一体来完成，不可能切割成两期来动工了。以前是林市长挂说是原版的专用道，你怎么不抗议嘞？哎，林市长，林市长，我上任以后把它涂掉，你不讹了嘞？你上一届为什么纵容嘞？哎，我上一届我没有当议员啊。你上一届挂说你为什么不讲话？